钱呢？没钱我怎么回本？怎么给你好的生活？又哭！我现在怎么说着你？这么来！朋友，来人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打你。你他妈谁呀、啊？要你多管闲事！不服气是吧？不服气来电掉！站着瞧。没事吧，姑娘，别伤心了，不是所有感情都值得珍惜，要学会和自己和解，及时止损，缘聚则散。别怕，总有一个人给你爱。